就守在这边，就是我们可以看这最美的夕阳。我往后看，我要看先，看不到我嘞，看到了，它堆白白的，你的那个相机挡住了。表演看到吗？哎呀！两个背景表演。啊，有一个一个导游姐姐啊，欢迎老板，老板是，来，你还没有点灯，还没有把灯笼点起来哦。对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这种烟花就是会跑路的烟花。哇，阿水花看到没有？水花，水火交融的感觉真棒。哇！哎呀，尤冰老师你好。他们的口才真的很棒。啊，我们的来自巴杜巴哈的良人画家，你好，尤冰老师。大马杨哥。啊，你好，你们大家好，尤冰老师你好。冬雪老师啊，大家好，都是巴杜吗？是本地人。巴杜人、哇，太好了，巴杜。我们是没有约的，但是我们就在这边相遇了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遇到很多朋友啊，也可以交到很多新朋友的。这里是哪里啊？班主，然后班主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来拍他的夕阳。你看这个角度，等一下晚再迟一点，大概是7:10到15左右，会很漂亮的了。现在还没有，现在还早，大概是6:40左右。然后它的河面是非常的平静，对不对？啊，班主这条河是非常的平静。然后今天有什么特色？今天晚上有那一个表演水上摩托烟花，对，这天是精彩的。好，这是打卡区，然后我最喜欢就是它的河面。哎，你们好，啊，很平静，嗯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另外一边的河面也是非常的平静。然后梅姐在做直播。做直播，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毕竟这个是中秋节要到了嘛，我们等到我们的影片剪出来，那中秋节的气氛已经淡了，所以你看从这个画面看出去的感觉是真的是非常的美。你看它像一幅画，有没有像一幅画？对，真的是很美。然后周遭的环境呢都非常的就像宜人吧。然后这棵百年榕树为了清洁啦，所以把它修了一下，所以看起来比较整齐。哎呀，刚好大力的推出去啊，没有六个啊，只有两个而已啊。这是 We love Pancho。 好，我们再看小飞鸟过去夕阳。哎，感觉上昨天的夕阳会天空更红哦。昨天红红的。对，今天还没有这么红哦，奇怪哦。而且也是在拍的视频。好，现在后面就是太阳下山的方向，西方，然后太阳开始要下山了，让我们大家守在这边，就是可以看这最美的夕阳。我往后看，我要看先，看不到我嘞，看到了，白白的，你的那个相机挡住了，啊，你的手机挡住了啊。我们也是同时做着直播，希望更多人呢过来跟我们一起热闹，然后庆祝今天的马来西亚天，还有马来西亚热，还有中秋节啊。明天是中秋节，今天是中秋前夕。对，反正都过了，我们都过了很多个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守在这边，其实外面它有些节目在进行着的。帮助村民所讲的全马到对的桃果条。
然后昨天其实开蛋的时候呢，这是全马我跟梅姐来竟然吃不到他果条，为什么呢？他从早上开蛋到下午有200个人叫他的果条，就要老板吵到什么，吵到手折掉，要去抓苦，对不对？幸亏今天可以炒了，不好了，不好再放干片了，没办法了，怕了怕了怕了，你应该找个助手帮你炒就可以了，怕了真的怕了，生意好到不要帮他做广告，生意好到怕了，你看怕了怕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临安店，然后临安店呢，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的仪式节目表演。我们来看看一下凑凑的一个热闹，哇，人潮也是蛮多的，大家看看人潮。来，这位是季军奖李轩哈，啊，冠军奖拿了没有？冠军欧阳维城。好，在场的贵宾响起热烈的掌声，给我们台哥所有的拳击同仁以及我们的老师们。一个导游姐姐啊，欢迎老板，老板是，来，你还没有点灯，还没有把灯能点起来哦。对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新村这边呢，已经把这个灯笼给点起来了，我们要绕村子去走。而这边呢，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安排，就是他们安排了一个漂亮的导览员带我们走村子，一边走一边讲这里的故事。哇，太有意思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，对，这个嘉宾呢，他是马来西亚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。哎，而且他的专长呢是画梁人画。对啊，老师是来自巴祖巴哈的啊。来，我们老师跟我们一起走。金玉斌老师啊，来，我们一起拿灯笼来，我们一起大家提灯笼，逛老街。逛老街，这是一个老的小镇的一个街道，对、啊、对。班竹这边呢，以前是因为河运热闹起来的。对。啊，在这边呢，老师在这边有八幅画，那有其中一幅画呢，我听的那故事是蛮感动的。对。就是香蕉园里面，他只是画了几棵树。香蕉园里面呢，他一面画的时候呢，一些老人家站在他后面呢，就很感触的讲起他们原来在9岁的时候啊，10岁的时候啊，已经开始到香蕉园去割蕉了。嗯。橡胶孩子10岁呢，还是妈妈在里？哦，10岁还要妈妈讲起来吃饭啦，来我喂你吃饭。对啊，以前的小孩子很懂事啊，小小就要当家了，对不对？来。
讲话。哎，大家好，中秋节快乐。这条街呢是真的很有气氛，真的，你们去过日本的话，日本的那些小巷啊都很清洁，对不对？都很漂亮啊，然后这条街都适合打卡的。你看哦，班主啊，你不要说你们啊，就是我本身也是在这一两年才认识的。那要把一个冷冷静静、安安静静的人烟稀少的一个小镇呢，要主办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呢，真的不简单。会有一些经济的活动嘛，那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做起来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带动到我们的村子，让我们的村子呢，他们讲什么？复活起来啊！我是讲，啊啦，它早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船要停泊的一个港口，所以早期它是很繁盛的一个小港口。不过呢，经过这几年，它已经开始没落了。然后现在呢，这边的居民呢，他希望唤起大家的记忆，知道这个番竹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小镇。这边是一个打卡点，其中的一个打卡点，对，用心的给打造起来，成了一个很浪漫的角落，对，好像一个火车站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看得到青花瓷周杰伦，对。然后这边这首歌呢，就是天青色等鹰眼，而我在等你，它改成我在帮助等你 OK， 幸福美好的一个驿站。这个点哈，拍照出来的那个照片不错的，是蛮漂亮的。对，我下午拍过，很美，真的很用心。这个蝴蝶的壁画呢，真的是每个人来一定要打卡的，最好是把双手举起来，你就像一个蝴蝶。大家好，这些都是来的，你们来自哪里？古来都来到这边了，太棒了！哎，我们有拍古来的，你看到没有？陆陆续续看我们的大马杨哥、雪梅姐，我现在在拍新班能干，然后古来还有沙威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这边要教这些阿班再做一次飞比给我们看，好不好？这里是罗迪德棒。来，我们再表演飞比给大家看哦。罗迪德棒。对，罗迪德棒，马来语，如果是中文就叫做飞比。哇。表演看到吗？来呀！哇，这个不简单啊，真的。国际展台哦，是我们印度人的。哇，厉害！再看看，来，快欢迎先生，快起来了。对，看飞机，来，来呀。飞饼表演，来，你看好热闹哦，这个榕树哦，我相信超过百年了，哦，十多个人抱着它都抱不完，真的很大个的一棵榕树哦。今天的月亮也蛮漂亮哦，哇，这边超漂亮啊！哦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，走，往前面看，来，我们往前面看，来，哇，人潮好多啊！那我们继续走，嗨喽，你们好，来呀！好热闹啊！可以看到，今天才是第一天哦，不过人潮就很多喽。对，你看他们在那个打灯下来，这个斑竹再打上去，那可以玩的，知道吗？对，斑竹。好。然后有看到这些老屋吗？都是木制成的这些老屋，很热闹哦。哦，然后可以看到另外这边也是另外一个打卡景点来的。这些灯哦，下面的那些小兔子的灯啊，还有小蘑菇的灯啊，这些是太阳能来的哦，可以参考它的做法哈。其他的一些小乡村啊、小村镇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自己住的地方给打造起来。对。然后今天非常开心，看到来的人呢也是三大民族的人一起来这边同欢，男女老幼，你看，我们的马来同胞也很开心哦，对，也很开心，一起来拍照啊，来感受我们这种华人的这个中秋佳节。对，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精神了。对。然后前面呢就有一个庙，这个庙在这边是非常著名的，叫临安殿。好。这是你看，一家人哦，其实中秋节真的很有那种很可
家人一起那种祭欢祭啊，拍照啊，当做是毕业也不错啊。啊，就是可以联系感情，以后也有话题可以讲哦。对对对，啊，这种就是圆游会啊，灯会啊。是多么的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吃饱饭了就过来走走，那还没有吃完饭的，还没有吃过饭的呢，就可以到我们那个市集那边去有晚餐吃的，有东西吃，有东西买，啊、对对。有肠粉啊，有罗非真奶啦，等等等等啊，我们还没有吃。是。哇，你看他把他的蝴蝶也装上来哦。对，这个是也是这种所谓的那个太阳灯，太阳能灯。嗯。边呢有免费拍那个纸灯笼哦，所以我们的灯笼是不用买的，你到这个站来就可以领一个灯笼去逛街了。那就是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，我们都可以在这边领到灯笼。我们就是谢谢我们这个班组的工委会和筹委会啊，对，劳苦功高啊，谢谢。嗯，来，我们继续走吧，走啊。那灯笼一路走，哇，人潮真的是。啊，这边还有玩 cosplay 的，对对对，还有 cosplay 小弟弟小妹妹，对。还有最重要，这边有新鲜的蔬菜卖哦，看到没有？新鲜的蔬菜在卖。一把五块啊？买菜五把十块。五把十块。这里写吗？啊，这里写。哇，这边的新鲜菜哦。越卖越便宜啊！哇，越卖越便宜，我在等你免费送的蔬菜来。来来来。哦，对。知道吗？对吗？其实前面就是麻河，麻河瓢河真的很漂亮哦。啊，就在晚上的时候，哇，是不是很热闹 ？Zoom， 马力金凤 ，Zoom， 马力金凤。啊，看到吗？这边的电路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已经差不多超过100年了。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古老的气息。而且这还是木板的哦。对，木板的，很美很美，真的是很漂亮。白天看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五颜六色的。嗯。啊。手抓饼，然后有饮料。对。吃一点点吗？对，还有冰糖葫芦，还有红心糖。啊，真是另外一个彩虹入口处。哎，这边也可以说，你说坐走累了就可以这样子，他们有排一些椅子哦，你就可以坐在上面休息啊，吃东西啊，这就很那个很随意的感觉。对对对。红哥哥。来。这边呢，你来到这边，你也不用担心上厕所的问题了，他们也有准备。对，有那个移动的公共厕所。啊，然后我们来看看。餐车卖哦，阿弥陀。哦，阿弥陀，面线，面线。好，我们从这边走起吧。OK， 看到这边有什么？大家都坐着吃东西了。好，这边有烤乳串，中国烤串。然后还有烤串哦，海底椰，然后我们再还有这边有什么安顺猪肠粉，怀念 IED， 还有这边是无你欢喜，这应该是饮料来的，还有芝麻抹吉，还有萝卜糕、芝麻粉，啊，好，这边是芒鲜果，哇，这边土地就，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哦，这边的泥土会比较啊烂一点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往后走，来，一边走一边走，来，最主要我们要再介绍一下，哎，就是，这是我们的。村长，然后也是筹委会主席，是啊，筹委会主席就把这个圆游会给办起来的领头人物。哎，走了，那个总部刚刚走了总部，没来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。对啊，你们用多久时间来筹办？3个月啊，3个月的时间。对，那我们是在1个月前见你，但是回到来就马上哇，焕然一新的感觉，那壁画那装饰已经装起来了。是的，其实那个时候你们到来就看到我们已经盖筹备的，只等。
那些东东啊一起上去，一起上去了。但是他们最厉害的呢，就是今天啊，今天11点钟来了一场狂风暴雨，把这些装饰啊、灯笼啊全打下来了。他们马上就，我们马上抢救了，所以我们是全民出动，真的看得到，我们很团结。在这边星期天晚上有巴沙马兰，对啊，之前都不知道，以后我们也可以来走巴沙马兰了。对对对，这个也就是你们的目的，就是把这个班主给介绍出去，请欢迎我们的各大民族啊，马来西亚人的全部过来这边。不只是马来西亚，如果国外的朋友有来旅行的话，也可以来班主这个小镇走走看看。对的，来走走看看，享受着悠闲温馨的幸福的班主。对了，美丽的班主，我很开心啊，看到人。很多，我相信明天后天会更多。这个水果摊呢，平时呢在这边摆着是没有摊主去看管的。对，你看到了，你想买黄梨，你看一下多少钱，你自己付钱就好了。他已经把钱价钱写在这边了，20块钱你就低20块钱或者东20块钱。这个就是他对人的信任的信赖。信任信赖，这个也叫做诚实，对，档口吧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棒的。对对对，而且香蕉啊，番薯啊。但是如果我拿了那个水果，我不给钱怎么办？啊，就送给你吃喽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让他开心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是你的心意罢了。啊，心意的问题，看你值不值得20块钱。有没有发一个CCTV看着呢？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完全是信任。非常棒，非常棒，谢谢你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前面走呢，带大家去他的一个小小的码头，来。一个小小的码头，也经过的那个精心的设计哦。对，如果是傍晚来看这夕阳的话，是超美的。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在我们的 Facebook 有做到，然后现在是晚上的，我们可能看看明天我们来的时候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拍到他的这一个夕阳。看到吗？哇，你看下面很像彩虹这样子，好美哦。这边他们摆了两个那个秋千，你可以坐在秋千上面打卡。那秋千是锁起来的。是，看到吗？啊。We love Bancho， 看到吗？然后这边是秋千可以打卡的。啊 ，We love Bancho。然后呢，旁边那些哦，彩带有没有？对，这些彩带是许愿的彩带。对，就刚才你先买3块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刚才已经绑上去了，是吗？啊，对。来，我们再看一看这边。对，所以你可以把钱上支了。Okay, 这个好可爱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把我瘦20公斤。这个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姐姐呢？会不会是我呢？啊，是啊，应该是你。对，还有很多，刚才我看到一个马来人写的哦。这个、也是很啊，刚才看到一个要什么？这个。玩呀玩呀队哦。玩呀玩呀队，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马来语族写的哦。啊，还有呀，这个，愿你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。哦，这个祝福他。这个有点感动。嗯，来。好，这个是、这个彩带呢，就是在我们那边的档口啊，对，就可以买得到。然后你看到盒的颜色，看到没有？看到盒的颜色吗？漂亮吗？彩虹哦。对，你再低头看更漂亮。啊，这个叫彩虹色。对呀、啊。什么？彩虹盒。彩虹的颜色怎么讲了啊？七彩颜色，哎，七彩颜色，对。红蓝黄靛紫。啊，红橙黄绿蓝靛紫。啊。其实这些是泡沫来的，在这边制造了这个下雪的气氛。看，玩起来了。你是女职员，等下你弄，你按颜色，啊，再按，这个你可以按的，好 ，OK， 可以，哎，中间好，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还要吗？你要吗？你要吗？是要做吗？嗯，然后再一次啊 ，OK。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教我吧。OK， 我准备手，来，我小梅。插进去，来。
来慢慢想好学校。OK。哇。好美啊！还有书签，来放在上面啊。OK。啊，你自己弄啊，既有颜色的地方弄就可以啊。这边有比较多颜色，尤其比较多颜色的地方弄，啊，慢慢想。就是给右边。不行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面上会有水上摩托放烟花的这个节目，我们眼睛可以看到摩托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呢，它这个河面呢，它是用那个灯光来制造一个特效，所以可以看到彩虹河的那种啊景色还是挺漂亮，对不对？帅就帅。OK， 借火把。哎，有火把，借火把嘞。当当当，我们的桂棉，桂棉主席，哎，村委会主席，村长啊，桂棉姐，把火把交给我们的摩多骑士。可以了。OK， 可以点了，可以点了。可以点了。可以点了，准备开吗？预备备，精彩精彩精彩，小心啊，不要靠得太近啊。哎，火把点起来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小心。哇，那边是有。来那边，点点。哦。这比较近一点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哇。哇哇哇，精彩啊，看到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台六台六台摩托，六台摩托放起烟花来了。哇，精彩精彩精彩，哇，好精彩啊，哇，很美很美很美啊，好美好美好美！啊，拍错哪里的焦点？我不知道拍哪里啊，对啊，好美好美。啊，是啊，在水上摩托上面呢，就有两位骑士的，前面的在控制摩托的方向，然后后面的呢就拿着那个烟花筒在放烟花。精彩精彩，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尾端啦，最后呢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分享启动小铃铛，拜拜，祝大家佳节平安，中秋快乐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假期愉快。哇，不能看多久啊。哇，水花看到没有？水花，烟花就来水花。哇，水火交融的感觉真棒。哇，赞啊！我看到水花，水花。哇哇，水花。还有哪里？还有坐哪里？现在等一下，我要表演水花了啊！来来来，哇，你看，哇，水花，哇哇，哇。这种东西啊，小孩子啊，不要乱学哦。这他们都是有啊，受过专人训练，受过专人训练，经过很多年的训练，有来生的哦。哎，可是哦，我第一次知道啊，原来马来西亚有这样的一种水上运动哦。对对对，还是挺特别的。真的，你看这些骑士啊，都是有经验的，都很帅。
可是他们平时是在哪里活动的呢？哦，拍大合照哦。韩江，你也想起来了。好，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然后也希望你们的地方、你们住的城市、你们住的小镇都好，都有同样的举办这些中秋的这些活动、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去参与，因为人多才热闹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最后我们除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平安又欢乐温馨的佳节。对了，最后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启动小铃铛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拍得好的话，给我们多一点鼓励，或者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，好不好？哎，也可以在我们留言区给我们祝福哦。对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